轻轻的放他出去吧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I am bird. Rubber band. Ornithopter. Ornithopter. 一身橡筋，动力扑翼机。高效的组装呢，桌面尽可能的要保持整洁。I am holding an Ornithopter. The Ornithopter is the next flying model we're gonna build. It's really interesting. It's more interesting than your glider. I think this one will be more fun. Wow, 自动返航，轻轻的放它出去吧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You killed my bird. 哎，对，这样飞得特别好。顺时针的旋转，这样的话它可以逆时针输出。首先确保你的尾翼要向上翘起，这样我们的扑翼鸟才能够向上飞行。首先放开我们的摇臂，让翅膀拍几下，然后轻轻地将飞机向前抛出就可以了。我们来试试。哦，呈盘旋飞行，最终着陆在我的身边。对飞机飞行，好。哦 ，Where is it？ 好，飞行不太顺利，可能是尾翼翘得太高。我们把尾翼向上、向下稍微调节一下。这次飞行的好像更好一些，不过机身的右侧偏重，所以它是呈这个向右侧旋转的一个飞行方式在飞行，所以我们需要加重一些左侧的部分，滴一滴热熔胶的方法来进行增重，没有动力时候的滑翔性能也是不错的。表现令人满意。